要看到这一桌，哇，金钱豹。请问这是全部的菜了吗？还没上完，还没上完。这样比较好接啊！来，哎呦，刚进来都八件，哇塞！你不要看到这一桌，哇，金钱豹。请问这是全部的菜了吗？还没上完，还没上完。那我们先吃哪一道？那我们先吃哪一道？好了，只剩一片了，就面前这道好不好？这一大盘呢，鲔鱼、旗鱼跟那个鲑鱼。超大份的，来啦！来到这种地方，我就是要吃最新鲜的海鲜呐。这样整个吃下去，真的只有两个字：新鲜。因为我们在渔港旁边嘛，所以都是新鲜的，不管吃什么，甚至不沾酱，它都有那个甜度在。那我现在来吃龙虾哦，哇，厚的啦。一桌，它的生鱼片跟它的龙虾就一目混珠，而且没有，它依然是用最新鲜的材料、最新鲜的食材。对啊，但是它这个凤螺是不是也比外面的来的大颗啊？他们说一定要吃这个，哦，大个肉，哎，这个 double 哎，好弹哦，好 Q， 这弹出来的，这真的太大了。很少你会吃到这个三明治，一般都是那种龙虾三明治，这边也有做这三明治。哦，你嘴巴很大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吃这种，这种就是很传统，然后它会有点像那种美乃滋跟里面那些番茄啊、小黄瓜，就有点像那种超营养三明治那种感觉。来，重要的来了，来了。虎胆石斑，一般大家听到都是龙胆石斑嘛，但是虎胆石斑是龙斑跟虎斑，对，他们的爱情结晶，所以它可能没有像龙胆石斑的那么大条，但它一样很大条，肉质很肥美。我觉得你要喝，你要沾它的汁。哦。你看这个筷子在夹这个皮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它那个夹的时候，它有点肥胖，我满满的肉，哦，扎实的感觉。这个汤头很好哎，不油不腻，因为这个配饭就很好吃了，就鱼的鲜味，然后简单一点，葱就提香的那种感觉。接下来是要吃粥，妈呀，看这个粥，满满的料，哇，鹅啊，海参，哦，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海鲜粥的味道啊，满满的海味。吃下去的时候，它就最简单，先给你是那种好像是油葱的那个香味，然后在喝汤的时候，就是慢慢有海鲜的味道，然后每个蚵仔都很饱满，然后就是那个海味就冲出来的，主要是这个粥这样子，它就会让味道锁在里面。很建议大家设那个寿宴啊、喜宴啊，任何庆祝的节日都可以。